大概10年之後出翻嚟，已經殺咗3個月。你咪傻咗，咪再有我做啊！我要親手拉佢。 我哋三位都係有好多合作嘅經驗啦，合作起嚟其實係好順暢嘅，亦都係大家會百分百咁投入。咁究竟點解爆炸完之後，我仲可以同我女朋友講電話？呢個咪Ico提嚟㗎？三個喂，係一部鬥智鬥力嘅電影，值得觀眾入場欣賞。 好睇嘅保證嘅，即係有時唔知啲罪犯係點諗啊！佢哋會假持正義，擅自執法，亦即係違法，所以我已經成立咗跨部門嘅工作。隔10年之後出翻嚟，已經殺咗3個月。嗰度有個火災，過嚟都去睇。哇！ 送俾白海嘅男子，呢個世界充滿罪惡，我會手執正義之劍，嚴懲罪惡。係通緝犯嚟喎。你做咩？支持執法，亦即係違法。 佢擺明係劍光挑人喎，除咗泄憤之外，仲有目的。我哋親手拉佢。正義之劍會繼續斬殺壞人，請留意以後嘅死亡通知單。